洪振廷 Nice Uno 咖啡调饮料助你修。现在就这么干的情况下唱成没有办法，哎，就是刚才叫你唱歌吵吵气氛啊。不能够吹的一把伞，站在雨中不曾离开。差不多，最好就是。看是不是热闹多了？男性时尚杂志 Men's Uno 三日跨界在西门开设手摇茶店。虽然台北阴雨绵绵，但冲着前男团 Special 罗洪镇、演员罗平、徐蒙俊等偶像站台，仍聚集不少粉丝冒雨等待。非常感谢所有的摄影大哥们，就是很辛苦。那希望今天可以赶快的结束这个开店的仪式。为了不想快闪让粉丝失望，洪镇也当起一日小店员，线上调饮料处女秀。完成喽，时尚动新闻可以培养第二专长了，报道。